背景颜色应该是哪一个？有没有？哎，有没有看到一个叫什么 back color？ 有没有发现哈、哦？第一个就是了 ，back color 就是背景颜色。那背景颜色你就点这个下拉清单，点一下调色盘，再把它改成浅绿色的就好了。哎，改完了。所以基本上表单大概我们先啊做两个设定吧，一个是 caption， 那一个是 back color。啊，至于说其他的哦，不是没有用嘛，你也可以自己稍微了解一下。其实每一个属性都有它的使用方式啊，如果你需要的话，你可以再把它稍微了解一下哈。好，那第一个我们外面就做完，就设定一个 caption 跟 back color。第二个的话呢，就是在这上面呢加由左到右。加总共有啊一个 label 好 ，label 的话呢，我把它点下去，先拉一个叫姓名好了。然后如果框框这个不够大，可以把它拉大一点，这个大小你自己可以调整。啊，这个里面放什么？一样在 caption， 哎，所以这里面 caption 这个应该叫姓名好了，所以将来你们自己再补一个那个栏位名称叫姓名哈。那这个姓名的话呢，哈，我们如果说要把它变更的话，一样 caption 这边把它输入姓名两个字。啊，不过你会发现啊，这个字好像太小，而且颜色黑色不好看，所以怎么办呢？很简单，font字怎么样的大小？哎，记得从这边哦。不过有点比较不好点，这边有个小什么三点嘛，很小的按钮按下它，它会跳出来。那你可以把字放到16好了，大概这么大。好 ，OK 啊，就把这个稍微调一下。然后底色呢，如果你想要底色换一下的话，它底色是绿色嘛，浅绿。然后如果不要浅绿，我要浅黄。有没有浅黄色？那再来的话呢？哈，字如果说希望让它字中的话啦，其实这也蛮常通。有没有？其实往下找会有个对齐方式，有没有？是吧 ？Test align， 这个就对齐方式。预设是在左边，你可以把它 center， 有没有字中 ？OK 啊。不过当然看各位啦，如果我刚把它改成字中好了，看起来效果比较 OK。那至于说前面的颜色黑色，哎，字的颜色如果变更的话，叫 full color， 前景颜色。把它改成什么？改成红色好了。OK， 好，这样的话我们前面的 label 就做完了。哎，那另外的话还有其他还有要输入这个嘛？哦，总共会有四个。那其实哦，如果你还要重做一遍，很浪费。我的习惯是什么？把它复制贴过来，只要改里面 caption 就可以了。所以复制你可以按右键复制啊，不过我的习惯是拖拉加上 Ctrl 键。拖拉加 Ctrl 键哦，就是复制贴上，哎，这样比较快。拖拉加 Ctrl 键，有没有？哎，四个都 OK。啊，但如果你有时候拖拉没有那么准确啊，可能东倒西歪的话，也没关系。你可以怎么样？从上选下来，找到什么呢？找到上面有个格式哦，它有个什么对齐有没有？对齐，如果先选的这个就主控项，有点像排头为准哦。向什么？向左看齐。哎，向左的话是吧？主控向的左缘。哎，有没有发现？向左对齐了。那另外第二个呢？它的间距不一样的吧？没关系。它里面什么？哪一个？垂直有没有？对，垂直，设为相等就可以了。哎，有没有？就排 OK。啊，另外这个名称哦，你就把它改什么？改那个 caption。caption 的话在这边有没有？这个姓名哦，你就把它用这个名称来带，这个把它改过去啊。所以四个名称呢、啊，就用同样的方法把那个 caption 改一下，这样的话就很快可以把它改过了。Enter 一下，有没有啊？其他都一样。那、啊、再来的话呢，就是在这个 text box 把它再拉一下，哎，这个就是一个 text box。那宽度的话自己决定，好像太大了，再小一点点。它好像顶小，好像没办法小，就这么小。哦，大一点好了，好，真的 ，OK 哈、哦，好，那一样哈、哦，先拉过来，大小先调一下。接下来的话呢，我是建议呢，你可以先把字哦，里面因为它预设字是9号太小了，所以我建议你把里面的字哦，先把它放大到一样16好了，因为9号太小， 16， 然后呢，一样把它向下拖拉，加 Ctrl 键，因为我要四个嘛，一个、两个、三个，四个。如果我故意间距设不一样，如果间距不一样的话没关系，你就是从上往下选，把它格式怎么样，垂直间距怎么样设为相等，嘿，这样就 OK 了。这样，哎，那最后的话呢，在最右边加上一个命令按钮，有没有按下去？
那我这个按钮的名称哦，我把它取名叫新增好了，一样的方法了，所以这边把它点一下，然后拖拉，然后 OK 啊，它预设是 command bar 的，就把 caption 一样改成什么新增，所以这边的话呢 caption 哦改新增 ，OK 啊字太小怎么办？一样，放着旁边有个按钮，16号字。颜色如果要变成红色的话，就 full color， full color 就前几颜色，把它改成红色字。那至于底色啊，要不要改？你看自己决定啊。底色看，要不要改一个黄好？好这样好。最后的话呢，这个表单可以左右再稍微移一下，让它哈、哦、比较符合这个。另外你也可以全部选，全部移动。比如说你可以再把它往上一点啊，这边再瞧一下。好、哦、让它看起来比较整齐啦，反正这个啊好了。最后的话呢，如果想知道到底 O 不 OK 的话，其实你可以按上面执行哦。跳出来就是这样的结果。OK, 齁、哦、所以请各位试一下齁、哦。我再把重点回一按右键插入制定表单。二的话由外而内哦，这边的话 caption, 沉积系统 ,back color 改成绿色。然后利用什么，利用这一个做这四个，这一个、哦、小 A 小 B 是做这四个， command button 是做这一个， OK。